我们先看一下哈，放出来的热，放出来的热在进行这个交换的时候，放出来的热会等于 C 的热再加上散失的热。那放出来的热是钾嘛，对不对？它写 H 钾是放出来的热，会等于吸收热 H 乙再加上散失的热是 H 丙。这样子，这一题我们就可以轻松